卷，那什么玩意儿，比榴莲还贵。这是棕榈果，能做口红呢。那么麻烦，我还不如自去买呢。等我也给你用一下就知道了。果实打开就是这样子的，上锅蒸30分钟，再把果肉给它分出来。给它过滤一下。圆，你到底行不行呀？别急啊，我说说让失望过。再给它静置2天，蜂蜡放进去一起融化。等它凝固就可以了。给你试试，圆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，厉害吧？这两只